充电五分钟，通话两小时 ，OPPO RTS 拍照手机，提醒您本期看点。乱打组合。北北，猜猜猜，黑的，到底哪一个？快速扔飞盘！哇哈哇哈！加！快，越来越快，越来越快！哇哈哈！好快啊！哇，好快！小朋友，我们两个配合好不好？来。你们人长得有点像，你们怎么四年级都这样啊？来来，走，摔跤摔跤。先握手。加油！麻辣鲜师，黄辣，有请。他们这一群哈，绝对是有个性的散沙。啊？放话了，很难看哦，不要嫌我。最牛的乡村指挥贾无康和他的古乐队们，视频特别火。真的，一个下一个，注意肩膀的感觉。村里这个婚丧嫁娶，所有的都跟这个有关系。家中办丧事儿，结婚喜事管房。天天向上合作伙伴，充电五分钟，通话两小时 ，OPPO RTS 拍照手机，一叶子天天向上，下节更精彩，一叶子天天向上，现在继续，天天一叶子，新鲜有营养，欢迎大家进入一叶子天天向上。歌手的舞台，哇！这边哼，各位同学们，大家好，欢迎来到《我是歌手》第四季的舞台。我给大家自我介绍一下，我叫钱涛，钱涛。既然来到我们这个舞台，就要懂得我们这个舞台上的规矩。第一排位置坐的是我们的歌手，第二排位置坐的是歌手的经纪人。如果想坐到第一排位置上的同学，一定得非常会唱歌。你们有谁自认唱歌特别好的？来，我想飙个高音，师哥。要想飙高音啊？好，我是歌手，我是鹏鹏。等待，等待，待。快！大家想不想知道这一季《我是歌手》都请来了哪些歌手呀？赵传，张信哲，空空李玟，还有王菲。会努力把他都请来的。那你们还记不记得 Coco 李玟？李玟姐有一个特别让人记住的一个舞姿，电动马达臀，电动马达臀。哎呀，还有，还是钱涛老师想试一下吗？钱涛，加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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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好了，不让了。
大家也知道，我们我是歌手有一个补位赛和踢馆赛，嗯、对，大家对那个补位赛和踢馆赛的歌手有什么期许？哎，哦 ，Adele， 他最近不是红了一首歌吗 ？Hello， 啊，这个听过。讨论一下最重要的环节，歌王猜想，赵传哥，因为他够温柔，虽然他不是那么的丑，不是那么的丑。大家对洪涛老师有什么印象吗？印象太深了。对，洪涛导演真的很讨厌，真的很讨厌。就是他每一次要公布，就是我们特别想知道，就是第四名、第一名、第六名，就是到底是谁。然后他每次，那么本场竞演的第二名，他就是我们要先宣布第一名。哎，我可吐血了。不回你，任你宰割。特别对啊，激动就是啊，快点快点。上一届音乐诗人。对，李健老师，哇，李健老师，我最印象深刻的是《当你老了》，哇，那个音色一出来，哇，我真的差点感动的哭了，真的。啊，还有这一季的情歌王子张信哲，哇，为什么唱歌唱的那么好？大家知道为什么吗？为什么？合唱团，对不对？因为他们之前都是合唱团的成员，所以现在出来自己独唱的话，有那样的一个好的基础。现在才能够把握那么好的音色。嗯，对，我们聊到这个合唱团嘛，我们接下来我们今天上将要这邀请了一个很好听、唱得很好的合唱团，是我们去试听一下，韩哥在等我们呢。哎，赶紧走！让我们有请喜欢看热闹、不热闹，在一起更热闹的天天兄弟。为什么最后安排我一个人出来？因为怕台上他们的年龄，那没有太年轻了。后来我仔细想了一下，为什么让我一个人出来？这边一个白的，这边一个黑的，俩人个子又那么高，嗯，舌头伸出来，小五，算，今天晚上到你家去啊！对，去你们家玩一趟，太可怕了！欢迎大家收看《叶子新鲜面膜，新鲜力量爆棚的天天向上》，欢迎各位，欢迎大家！今天晚上也是特别的热闹节目，我是歌手。第四季心急啊，为了表示我们这个特别欢腾的心情，接下来就是有请第一组嘉宾，充满趣味的韩国乱打组合，有请。
谢一下小五，一年前就推荐导演啊，一年之前推荐给导演，导演说没钱，这什么叫导演说没钱？如今终于实现，对，来到大家的面前啊。对，一年之前我到韩国看了这个乱搭表演，觉得哦特别棒，所以我希望就是。中国的一些好的表演跟韩国的好的表演绑在一起，这样交流一下。对，你要是说的，看到你，对，你看这些人，所以没什么反应呐。这个组合大概成立了多久？그이난타이그룹이언언제이게小五现在说韩语好生疏的感觉。안녕하세요저희난타는1997년도에만들어졌고요와오当时就是你们几位吗？有的人成为一멤버였나요？小五，你会说韩语吗？小五，我会啊，我在发那个，对，他在想啊，그렇게늙어보이나요제가？他说他长得这么老吗？没有，十八年前那就很小啊，那个时候。哦，对，他们当中有厨师吗？저희는다배우출신이요리는전혀못했고요요리에흥미가생기는데그게거의직업병처럼요리이제야채만보면은썰고다듬고던지고进乱打之前完全不会，但是进了乱打以后有一个职业病，看到菜就是切，然后呢扔。有一段时间手机上面有一个游戏嘛，切水果、哦、对，一到菜市场手就忍不住的那么滑、看到蔬菜就想滑。他们这个被誉为韩国的第一剧，有很多很多粉丝，包括像刘在石啊、张国荣先生、小五先生、你看我们特别想问一下现场的这些小朋友，当时看过之后什么感觉？下一位吧。来，我看看话筒。十号，麻烦交100话费啊。안녕하세요。对，我记得我在韩国有看过，而且是他们推荐一定要去看的。然后呢，是被称为亚洲的百老汇。对，现场感觉气氛特别特别好。刚才前锋在看的时候，他想试一下。老师说切到你的手指也，我们负责不了哦。啊哦，不用。你挑一位师傅教你。来，请师傅教一下。前锋，你看人家包菜切都飞起来了。对呀，要飞起来呀。切下去那种感觉就是很爽啊。回想起来，前锋一直想演一个变态的人啊，就是变态不是这么切的，变态。非常非常的好玩啊。你觉得你师父是一个什么样的人？绝对是美女，又贤惠又漂亮，然后又温婉尔雅连智啊，很喜欢跳舞，我们让他来表演一下不同风格的舞蹈好不好？哇哇，我可以保证李老师这一年都不会感冒，因为都白加黑了，这个都白加黑。接下来我们再给大家介绍其他的几位啊。南东勋，您参加这个团队有多长时间了？저는이제7년来之前是做什么的呢？뮤지컬도하고요 b boy 도했었거든요제가 b boy 参加之前是 b boy， 就是街舞加上音乐剧的。来呀 b boy， 哇哦，哎呦。来，小兄弟当中谁？谁？一波，漂亮！哦，哟，峰哥，来，峰哥，快，峰哥，耶！性感厨师，안녕하세요저는남타에서섹시가이역할을맡고있는장경수입니다반갑습니다他就是性感担当啊，
怎么你有一身意味深长的那种，就是期待值有点降低了。但是他们两个有一段特别棒的对打，感受一下，来来来来。杂技动作是快速扔飞盘啊，真盘子，哇哇哇，加加加加加加，往越来越快越来越快，好快啊，好快，哇哇哇哇哇，天津兄弟不能输啊，小五啊，你扔一个前锋接，你说句真心话，对你的表演还不如一只金毛。现场请观众那位戴红领巾的小朋友，我扔给你，你来接，还是你扔我来接？你扔我来接。先自我介绍一下，你几年级了？几年级我倒不怎么关心，你多重啊？四年级穿衣服可以穿宽松一点啊，没必要把身材弄得那么玲珑啊，好不好？对。他还挺快的，哇！哎，哇，配合的好啊！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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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配合的好，反过来，反过来，我让你减减肥。哎，怎么乱飞呀、啊？对着人家飞，可以了，可以了，不错了，不错了。我想让他减减肥嘛，这个锻炼一下。我跟他配合算是最好的了。是的，哎、对对对。我要是跟人专业的配合，我就全部都接下来了。不信，来一个，来一个，来一个。好，来开始。充电五分钟，通话两小时 ，OPPO RGS 拍照手机，提醒您稍后看点。这个小小的合唱团啊，他们在2013年随着东西。哇，你们长得有点像，你们怎么四年级都这样啊？来来走，来个摔跤。哎哎，等一下，哎，先握手。哎呦，开始摔了。哎，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哇，最牛的乡村指挥贾无康和他的古乐队们，视频特别火。下一个，注意肩膀的感觉。村里这个奔丧嫁娶，所有的都跟这个有关系。家中办丧事儿，结婚喜事转房。向上合作伙伴，充电五分钟，通话两小时 ，OPPO RGS 拍照手机，一叶子天天向上，下节更精彩，一叶子天天向上，现在继续。
叶子，新鲜有营养，欢迎大家进入一叶子天天向上。我跟他配合算是最好的了。是的，哎，对对对，我要是跟人专业的配合，我就全部都接下来了。不信，来一个，来一个，来一个，好，来开始。否则的话，也能接不起来。乱打还有一个非常精彩的水鼓表演，太漂亮了，我们要不要看一下？乱打神厨，接下来我们要有请出的是来自中国的不管是少数民族儿童合唱团五彩呼伦贝尔儿童合唱团，有请。大家一句蒙古族的语言啊，打招呼，你好，叫做三百能，三百能，你们也跟大家打个招呼，一二三，三百能，哇，对，三百能，哎，这个挺好啊。我们首先给大家介绍小小主唱爱丽丝，话筒，哪个话筒？哪个话筒？哎，帽子拿了，说话怎么变成这样？我叫爱丽丝，我今年六岁。今年六岁了，他唱歌的动作特别豪放。叫恩赫宝英，今年九岁了。他们这个名字啊，都是有意义的。你这个名字的意思是什么呢？永远幸福快乐。你觉得自己长得帅不帅？是的。那你觉得什么样的算是长得帅的？爱丽丝，爱丽丝长得最帅啊！你们刚才唱的那个歌是什么意思呢？欧文科技人的
的幸福生活。他们自己的家乡啊，呼伦贝尔大草原，嗯，特别的漂亮。然后，马匹、野马、野马啊、羊。这个小小的合唱团啊，他们在2013年随着这个习主席一起出访俄罗斯，哦，在克里姆林宫演出，还到过纽约林肯中心演出。哇，嗯、对，见过大世面的。后面都是交响乐。习主席跟你们说过什么呀？习大大说，嗯，我们的衣服服装非常漂亮，我们唱歌也非常好听，嗯，希望能在北京看见我们表演。哎呦喂，你的多好。为什么叫五彩呼伦贝尔呢？五彩呼伦贝尔是由五个部落组成的，而且是儿童的合唱团。哦，所以叫儿童合唱团。爱丽丝呢是合唱团现在年龄最小的，最小的六岁。有哪五个部落你知道吗？不知道。问错人了。你知道有哪五个吗？巴尔胡蒙古族、乌利亚特蒙古族、鄂温克、鄂伦春、达斡尔。你刚才哪五个记住了吗？记性特别好啊！乌伦，为什么叫我名字呢？啊、乌伦，他叫金乌伦啊，金乌伦。小鲜肉当中，我们的小鲜肉当中有谁记住了吗？有谁记住了？达斡尔，达斡尔，布里兰特，对吧？啊，鄂伦春族，鄂温克，还有一个是什么？还有一个什么？巴尔虎。对。哇。哎，记性真的好哎！对呀、啊，你是最小的，你能不能够唱一个你小时候唱的？哦，你现在就是小时候。对，蒙古族的儿歌，你唱一个给我们听好不好？真好听！就刚才闭着眼睛在听啊，然后睁开眼睛一看，感觉前面全是羊。我也会唱一个。你会唱什么？阿妈。算了吧你。什么呀？阿妈咕噜油。真是。接下来给大家介绍一位，就是我觉得应该把他请上来了，哎，要不然人家会感冒的。小小摔跤手。对。我今年十一岁，读几年级？四年二班。哇，四年级的长得都这么胖啊！四年级，哎，刚才，哎，你那个四年级上来一下，来，两个人长得有点像，你看看，你们怎么四年级都这样啊？要不搞一件这样的衣服穿一穿嘛？你不会，不要输给他，抬头挺胸，收，不要收，放松，收了收了。你说人家这样不好意思了，他都这样在那上面了，他叫格尔敦吉日嘎拉，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天天向上啊，天天向上的意思。对，哇，草原上的小汉子，身体特别好。呼伦贝尔大草原气温最低的时候有多少度？-30°。也穿成这样啊？啊，不可能吧？不是啊，不是，我就帮你那个一下。对呀，摔跤的时候就是穿这个。你再来个摔跤的那个出场，你跟他学一下，你俩都是四年级的，预备。再来一遍，同手同脚，对，预备。哎呦呦，开始摔了，来摔一下。哎，开始摔了。哎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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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哎哎哎哎哎哎呀 ，You are win。怎么样？怎么样？感觉怎么样？这个同学说。只要摆个造型啊，怎么上来就摔了呢？没说要摔啊，没说啊，爸爸。哎呀哎呀，我们这一位也挺坚强的啊。看看谁比较厉害，大眼仔你可以帅一下。真正的比赛应该是这样，对，俩人从两边来，上来以后先跟裁判握手，然后彼此握手，然后开始摔跤。上来的时候一定要有气势啊，气势特别好，特别足。好。比赛，来，我们往后的让一下啊，有可能会摔得比较远。这个开始，哎哎哎，先握手，别着急摔，先握手，先跟裁判握手，然后彼此握手，彼此握手，再来，上来就摔呀、啊！孩子就说：“哎呦，好久没打人了。”比赛开始。
上来以后先跟裁判握手，先跟裁判握手，跟裁判握手，这跟裁判人家根本不管你。好，摔吧摔吧摔吧，摔了来了，加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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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哦哦哦，还没倒还没倒，哈哈哈，抱起来抱起来了，哈哈，当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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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哎，大眼仔还是不错，大眼仔始终的目的就是抱着别人转，就这一招，来来来来来，这个小伙子真是特别的棒。你现在参加过比赛吗，宝贝儿？过，参加过比赛，比赛成绩怎么样？好，气喘的只回答一个字了。参加过比赛吗？过，过，比赛成绩好不好？好，中午吃饭吃什么？肉，吃什么肉？羊，羊。对，今天现场的各位亲爱的朋友，他们特地从内蒙带来了三份新鲜的牛羊肉。哦、你派三个小孩蹲下去，你会看到一个奇迹出现，一秒钟之后肉都没了，然后第一排的人都胖了。来，我们找三姐妹，把你们的礼物送给我们的观众。美丽的呼伦贝尔大草原。欢迎大家，有很多很多好吃的东西，是牛羊肉管够。你看一秒钟吧，哎，盘儿别吃了，哎，这姑娘别把盘儿吃了。再次用热烈掌声感谢这些可爱的孩子们，掌声送给他们，谢谢谢谢谢谢。接下来给大家请上的，是我前段时间在网络上面看到的一段视频，特别火。那位指挥啊，跟打了鸡血似的，我们一起来看一下这段视频好不好？降龙十八掌吧，打太极。接下来我们要用热烈掌声有请最牛的乡村指挥贾无康和他的古乐队们，有请。有气势，我们要这个大眼仔、一轮、猪猪和一博打着鼓下来，好不好？来来来来。峰哥，你指挥下一段，一定要有那个老贾的那种感觉啊！
动作。哎，不过这样指挥还挺过瘾的呢。哎，老贾，您这，老贾您是哪里人？陕西运城万荣人，用咱们地方方言就是万勇。万勇，万勇，万勇。今年贵庚呢？39岁。啊？哎呀，我感到很欣慰啊。那您这个乐队是什么时候组成的？叫什么名字？我的名字呢？大名叫贾无坑，小名叫坑娃，我们当地的地方。所以名字呢就叫坑娃古乐队。坑娃古乐队，哎，有4-5年吧。坑娃呀，是一名土生土长的农民，咱村里这个婚丧嫁娶，所有的都跟这个有关系。我们之前联系过他，他说不行啊，最近接了几个活，我来了以后别人不结婚了。第一次联系我的时候，我心里这么想的，我说这是不是搞传销的？啊！最后他打电话，我都不接电话了，不接电话，我不敢接。没事没事，我送你一本书《农民进城防骗手册》，这送给你。谢谢谢谢。他们也有顾忌，他们第一面跟我们导演见面就，哎，你们这个节目效率有多大呀？这您怎么会问这个问题呢？我们一个村的，也是一个我们在我们当地。那有唱的歌舞，搞那晚会啊，前一个多月吧，2个月，上了咱们星光大道。哟，星光大道啊，星光大道，那个是说录制的，去了1个月了，2个月了，到现在也没播出来。我打电话问他，我说咱没看见你呢，他说我也不知道咋回事啊，有可能是要剪辑的更加精巧哦，不能怪人家。没事，打个电视台啊，我们播，你走我们就播。对对对，谢谢谢谢。您学习指挥多长时间了？7-8年吧。我们那边呢？这个鼓队也比较常见。我第一次看人家指挥呢，我说，哎，这个挺好玩的。可是见了人家指挥，我说指挥都不咋样。这东西太好做了，我到家就会。他呢，这个平常在不演奏的时候，都是非常朴实的农民，在家里种地，然后种果树，大量的就是苹果，苹果非常非常的有名。哇，吃点水果，好大呀！这几个苹果是哪家种的？现军兄家里种的。家里种了多少棵？种了5亩地吧。每年能产多少苹果？4万来斤吧。咱的苹果好在哪儿？我们那个外荣啊，你知道，这黄土高坡，哎，海拔高，温差大，温差大，你比较那个甜，色泽是鲜艳。吃起来甜，哎，咬起来脆儿，哎，然后呢，扔起来远。建军兄啊，今年58岁，吹小号吹了多长时间？将近30年吧。你来给我们来一段，来一段。我们这个是业余的，没关系，来一小段。谢谢谢谢，最后再请康娃带领你们的乐队再给我们现场热闹一下，来，结婚喜事暖房。家中办丧事儿，
网吧网速够快的。我们在这里要隆重的向洪涛老师推荐一下梁翘柏的乐队，您考虑可以用他的换一下。古乐队啊，整个合奏呢，在晋南地区是非常流行的一种民间文化啊。那么接下来我们要做一件事儿，我们要有请天天小兄弟做代表，然后跟那一个美女搭档，一起到他们村去走一趟。好，来一起来看《花旗少年》。充电五分钟，通话两小时 ，OPPO RGS 拍照手机，提醒您稍后看点。北北，猜猜看，猜猜到底哪一个？一个花痴，没关系没关系，我觉得你就叫我蚊子吧。两个少年，一段囧途之旅。车子好像没电了，爆胎了吗？我爆都可以。一场别开生面的婚礼，花痴与少年爆笑来袭。天天向上合作伙伴，充电五分钟，通话两小时 ，OPPO RGS 拍照手机，一叶子天天向上，下节更精彩，一叶子天天向上，现在继续。对啊，整个合奏呢，在晋南地区是非常流行的一种民间文化啊。那么接下来我们要做一件事儿，我们要有请天天小兄弟做代表，然后跟那一个美女搭档，一起到他们村去走一趟。好，来一起来看《花旗与少年》。喂，刚花哥，哎，我们已经到运城了，啊，开始排练了。好的好的，马上就过来。都几点了，怎么还没来啊？他是谁呀、啊？就他，李笑蚊子，那个字念蚊吗？你小学没毕业吧你、啊？对不起，我是韩国人，我的中文不是那么好。啊、没关系没关系，我觉得蚊子听起来挺亲切的，你就叫我蚊子吧。哎，我们该出发了。哎。你把我的话当耳边风，你是怎么做到的？哎，看来你真的是无药可救。呀、啊，电视这个花蚊子，哈哈、啊，好的。不好意思，我这车没带备胎，要不你们到前面的村庄找个车吧。哎，他有户人家，什么味儿啊？哦，大哥你好，我们要去下一村的康娃家，您能借我们辆车吗？你们为了车能用吗？哎，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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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呀，就住在这个屯儿，他是这个屯儿里土生土长的人啊。这个屯子不咋大呀，康娃名气扬天下。花痴少年好辛苦，千山万水来寻他。来来来来来来来，怎么了？
车子好像没电了。欧巴，我都 OK。我都 OK。Stop。哎，欧巴，天空飘来一个字。哎。哎，大爷，大爷。大爷。大爷你好，我们要去下一村找帮忙。现在一看，屋子里没电了，能不能带我们？没错，没错，没错，慢一点。青年到农村去，毛主席还教导我们说，接受陛下中到了到下一次快快啊，我们终于到了到了，回到哪里我们到哪里。哎，大爷你好，请问一下，你知道康娃家在哪里吗？谁呀？康娃。什么娃？康娃。康什么啊？康娃，康娃，康娃家在这里面。谢谢。我叫康娃，叫我干妈。大爷，谢谢，谢谢。好了。哎，你听到了吧？你有鼓声呢。有哎。有。康娃哥应该就在这里吧？哎，是是是。对呀。康娃哥。哎呀。你们怎么才来呀？能见到你已经是奇迹了。咱们时间要紧，先抓紧排练，好不好？来来来 ，one two one two。哎，非常好，不错不错。咱们明天呢，带你们参加一次真正的婚礼，好不好？好。亲爱的辅导乡亲，大家晚上好。很荣幸呢，今天晚上有来自湖南卫视的特邀嘉宾李莎李子担任今天晚上的主持人，掌声有请。大家好，康娃哥准备了一个很好的开场秀。我们结婚吧。나랑나랑결혼해줄래나랑결혼해줄래나랑我们怎么听着都像哪儿冷我们待哪儿去呢。 Supermodel。今天呢，大家表现得非常好。明天呢，咱们正式的参加婚礼，加油！Hello， 就是这个意思啊。康王哥，您就别送了。没想到你们这次能表现得这么好，村里面从来没有这么热闹过。再次的感谢你们，谢谢你们，谢谢康王哥，谢谢。谢谢啊，再见，再来玩哦。我没想到你的主持这么好。阿爸。走不走啊？没事吧？那接下来要上场的嘉宾呢，是来自厦门鼓浪屿，他们呢都是从事各自的行业，用下班的时间成立了一支特别的合唱团。是，接下来我们就要有请黄渤合唱团，有请。
to more than I can. Yeah. 老师好。我们要告诉大家，黄渤老师其实跟我们是很好的朋友了，是现在正在帮我们天天兄弟写一首主题曲，小五哼一下啊。哎啊，等一下，突然我忘了。听上去好像不怎么好听啊。不是这样的，不是这样的，不是这样的，完全跟我们唱出来完全不一样。黄渤呢，地地道道的长沙人，哎，但是你英语当中没有一点长沙口音。那长沙口音的英语怎么说呢？ What are you going on? I love you, sir. 是吧，就应该是这种味道。我们前段时间去英国，有一个四川的一个姑娘跟我们说过马路要小心，人家跟我们过马路要 be careful 哟。那个黄渤呢，跟那个演员黄渤啊同名。那个演员黄渤的那个气质是那样的，对吧？啊，就完全不一样。我在微博上，我的名字叫音乐家黄渤，然后就有人跑来说：“你演戏好棒啊！”这个合唱团里面，觉得谁唱的比较好？刚才那个为我给您伴唱的啊，哦，来来来来来来来，和声的姑娘。主持人好，我叫李北北，就是木子李，北方的北。Baby 是北京人，大学是在厦大上的。厦大的算什么？我是电大的啊！主要因为也是另一半也在这边了，所以就留在了厦门，是吗？这是比较巧，反但另一半确实是也是在同一个公司。有男朋友了啊？那你怎么那么失望呢？这话有男朋友了，不是没哭出来已经挺好。他也跟你一块儿在这里头吗？对，也是在这里。好，各位嘉宾，猜猜看，配的哪一位是他男朋友？能配得上李北北的哪个？哪个？要不然他们是合唱团的嘛，听听他们的嗓音，就是说每个人叫一下 baby 的名字，看看哪个更有感觉，好不好？看一下是几号男嘉宾？来，北北，北北，这个不是，这也不是。北北，北北，这个也不像。北北，这你怎么那么不耐烦啊你啊？来，北北，就是也追过，但是没追上，有点失望也。特别失落，结果没追上的啊。北北，哎，我觉得志浩有点，志浩你下来一下。初恋，志浩你是哪里人？我是福建泉州人。你老实说，你是不是北北的另一半？不瞒你说，还真不是。啊，真不是谁呀？这句话谁刚才刚谁起哄来着？这边一号，这边这个。哦呦，涵涵，来来来，涵涵，涵涵，你是哪里人？我是重庆人。哟，那必须是你。啊？别别，不管我不管怎么样啊，反正必须是他了。啊？什么？不，人家有男朋友，你叫人家分手啊？如果不是，不，我觉得有可能就是他。是吗？来问一下，问一下。别别别别，你说是不是？要不那我听你的吧。哎呀，当着他的面叫一声北北嘛。主要是平时我都不这么叫他。那你叫他啥？我就叫他李北。李北，哎，既然是这俩小情侣啊，我们就合唱一首歌给大家听，好不好？好。Then the two of us need look no。Found what we were looking for. We're the friends who go my own. I'll never be alone. And you, my friend, will see. You've got a friend in me. You've got a friend in me. I used to say.甜蜜的这样，特别深情。你看，这是歌艺担当啊，北北，他们团里还有才艺担当哟啊，娇娇，
娇娇，娇娇，娇娇，你是哪里人？我是福建莆田的。莆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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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莆田是不是也有个少林寺？南少林寺。平时你们什么时候大概会在鼓浪屿演出？每年的圣诞节，然后还有人最多的时候就是十一，还有五一。现场有很多朋友去过鼓浪屿、啊，去过，你们应该都知道啊。嗯，对，人特别的多。我们大家看，你看，你看，很多很多，哇，都是人，海滩上。哪有海滩啊，人滩的那种海啊。什么时候比较适合去鼓浪屿？大概我建议比如说十一月十二月，其实这个时候厦门天气特别好、嗯、而且人也比较少。嗯，如果我们去鼓浪屿的话，娇娇哪几个地方必须得拍照？第一个首先是鼓浪屿岛地理位置的最中央呢，就是三一堂。三一堂它的建筑非常的美，去体验鼓浪屿特别安静的时候，就是推荐去鸡山路。嗯，有一位音乐家，他的家就在那儿，你们去的时候还可以看一看，就是殷承宗钢琴家。哦，很多文艺青年啊都特别喜欢去一些地方，比如说鼓浪屿。哎，我们大家看一下文艺青年去的丽江。丽江，哇，乌镇。乌镇啊，这是凤凰、啊、凤凰古镇，这是拉萨、啊、拉萨，对，阳朔，我们小鲜肉，我们这个小兄弟里面也有很多喜欢唱歌的，想学一下唱歌吗？王一博，一博，一博，黄老师，你看，很帅气的小伙子，嗯、你要首先要测试一下他会不会唱歌，或者是您会用什么样的方法？那你先唱一个呗，那就好久不见了，好。嗯有点紧张了，有点紧张了。张了，峰哥就不紧张，峰哥来一首，峰哥来一个，也让黄老师听一下，什么歌？都可以，好吧。轻轻相依的心如何 say goodbye？ 你比我清楚，还要我说明白？爱太深会让人疯狂的勇敢，我用背叛自己完成你的期盼，把手放开不问一句 say goodbye。赶快调一调，调一调。你是学表演的、啊、对吧？学表演的他肯定有个台词儿的关，对，对吧？所以你的共鸣跟气息本身是有这个基础的，演员本身有模仿能力，所以你出来我觉得就非常就基本是那个意思，有那么个意思。好，一博呢？一博有点意思，好点说吧。我们唱歌人发声主动都是嗓子发力，对吧？常常看见朋友什么，哎，大拇指。特别浓郁，那当然，咱们抠的呢。对，从小到现在，你习惯了，一发声音就是肌肉就要动，所以呢，我们就经常有一个方法，就比如说让你躺下来唱歌。哟啊，哎，对，躺下唱。前锋，你试试看，躺下怎么唱？脱衣服的，不是趴着还是躺着？躺着。峰哥，你试一下。嗯，对。然后那个康娃，你们第二支曲子不是有人家里办那个什么事儿的？哎这时候不适合、啊、不适合那首曲子吗？不，我躺的时候不适合，躺的时候不适合呀、啊、不适合。你怎么一躺着我就想着第二支曲子了呢？是啊，那个节奏缓慢的啊。嗯，好，要不是这样唱那个什么四个葬礼什么的、嗯、你用最小的声音，最小最小的音量把刚才那首歌唱一下。轻轻响，太大了，太大了，要小一点，再小。静静相依的心如何 say goodbye？ 你别忘。哎呀，你唱的好好的。哎，你自己什么感觉？哎呀，很放松，很放松哎。但是很累，对不对？嗯。
你这里很放松，但是你气就不够气了，对不对？对。哎，一博要不要试一下？一博你躺下吧。一博来试一下。第二曲子做不出来。要特别轻啊，非常非常轻的唱。我来到。太大声了。啊。我来到你的城市。张先。走过你来时的路。哎，又睡着了，又睡着了，又睡着一个，是不是感觉不一样？你看区别在哪儿？你躺下，你越用轻的声音的时候，你必须用气息把它连贯起来，因为你嗓子这就不能用力了。是，所以你看就是断的。你站着唱的时候可以把它唱得很连贯，对，实际上你嗓子在一直一直用力。其实这是一个系统的这么一个教学训练，不可能一蹴而就。你像他们大概有四五年的时间，慢慢去体会，才会有不断的进步。今天我们非常高兴啊，请到这么多合唱团，黄老师，包括康娃他们，包括那些这个乱打，包括我们来自内蒙古的风飞尔五彩儿童合唱团，是我们听到他们很多很美好的音乐。接下来呢，应该是我们的小兄弟们亮相的时候，因为今晚就是我是歌手四，我是歌手四开播了啊，我们接下来派了第三季的一位大咖歌手。给你们上课哟，让你们也组一个天天合唱团啊！接下来看你们的了。哇，这里，哎，哟，康娃，康娃，上课了。今天我是你们的声乐老师。膜拜膜拜。充电五分钟，通话两小时。OPPO RTS 拍照手机，提醒您稍后看点。很难看啊，不要嫌我，我本来就很丑。向上合作伙伴，充电五分钟，通话两小时。OPPO RTS 拍照手机，一叶子天天向上，下节更精彩。一叶子天天向上，现在继续。接下来呢，应该是我们的小兄弟们亮相的时候，因为今晚就是我是歌手四，我是歌手四开播了啊！我们接下来派了第三季的一位大咖歌手给你们上课哟，让你们也组一个天天合唱团啊！接下来看你们的了。我是你们的声乐老师。膜拜膜拜膜拜。高兴我来吗？开心。既期待又怕受伤害。好了，下面要来给大家训练一个作品，好不好？好。这个作品叫我只在乎你，但是我们接下来要请我们漂亮的指挥上来。今天我们唱这个作品前有两个部分先要解决，五十小节到五十一小节中间整首歌的最高音，这个地方这个声音不需要大家用真声唱，因为一唱就鸡脖子声音，鸡脖子声音就出来了。别让我 ，Oh no！ 让我不是那个声音要集中，就是哆啦。别让我 ，B。
别字完了稍微断一下上去。别让我，哎，对了，别让我，哎呀，我的妈，我跟你说，你可以用半声唱。别让，我告诉你哈，让是什么了？让你看黄妈，只要抬，只要抬，抬这个，让，对，让，让，你刚才不是发了一声很好吗？为什么唱歌你们的嘴都打不开？就是因为你们不做，长期不做这个运动。这个动作如果录下来非常不好看，很难看啊，不要嫌我，我本来就很丑了。OK， 我们练习做一次好不好？来，开始。哎，对了，你做得很标准。好，一个一个来，慢一点。哇哦！好，我们先来低声部的，站好，站好，挺胸抬头，站好啊。时光匆匆流去，我只在乎你。别动来动去的，站好唱。心甘情愿感染你的气息。啊啊！唱歌就要像唱歌的样子，咱不是玩 rap， 也不是玩嘻哈的。OK。时光匆匆流去，我只在乎你。不是你们都，对不起，你们不是都刚才告诉我说可以唱吗？我刚才讲了呼吸很重要，不动声色的呼吸是越好的。你看我在跟你说话，其实我在呼吸了。好，已经吸进去了。我的意思是说，你的呼吸。自己数。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十六、十七、十八，我们相信今天这个课不可能马上帮你们解决这个问题。黄妈能做到就是先把这个概念交代给你们，然后回去你们一定要花时间练习。好，我们请佳佳完整的指挥，你们完整的唱一遍。如果没有遇见你，我将会是在哪里？日子过得怎么样？人生是否要珍惜？也许认识某一人，过着平凡的日子，不知道会不会也有爱情甜如蜜。任时光匆匆流去，你前面真的让我好感动，声音出来好美啊。为了爸爸，一二三，加油！除了你，我不能感到一丝丝情意。
们唱的时候，我们就心里面为他们捏着一把汗。嗯，我们接下来有请麻辣鲜师，我们可爱的黄妈，有请。抱在一块儿真像亲生的。黄妈觉得怎么样？这些可爱的孩子们，你知道吗？他们这一群哈，绝对是有个性的散沙啊。对，傻子一坐，每个人都有自己的 style， 你知道吗？然后来了各种 rap， 各种嘻哈，各种他们自己的性格的展示，我特别喜欢。对，但是我就跟他们讲，我说歌唱不是需要你大声，是需要你让远处的人轻轻听到你唱的时候，他就会很感动。他们昨天真的唱得特别好，我很惊讶。你在一个团队里面一定要忘却自己，你要爱他们。忘却自己，但是要爱你身边的每一个人。按照这个爱，因为我要求就是你们唱出来就是一个人，让我知道。哦，待会儿呢，马上就要进入到我们湖南卫视《我是歌手》第四季了。您对接下来洪涛老师做的这一季的《我是歌手》有什么样的期许？洪涛老师会越来越头发基本上没了。第一，就是他头发会越来越少。第二，宣布结果的时候越来越慢。我知道越往后走他就越艰难，但是我这一季你要问我个人，我非常期望毛阿敏能来，田震也来，就是这些朋友。如果可以，那英也来吗？哇，老衲也来。我那天碰到老衲，我说，哎，你怎么不到我们台就上一下我这歌手？对的，这家太紧张了。到底这扇门打开的时候会是哪些人出来？我们就用天天向上的掌声欢迎一下歌手即将上场的这些朋友们，好不好？给他们加油，希望他们在舞台上面能够像黄妈一样给我们带来每一首歌的惊喜。好的，我们再次邀请所有的嘉宾上场，这应该是我们天天向上历史当中嘉宾最多的一次。嘉宾最多的一期，来，有请。80多人。好的，再一次感谢大家收看我们这一期的一夜的面膜天天向上，感谢知美一拍 OPPO 拍照手机天天向上大力支持，我们下一期再见。再见。